好，那我们开始了啊，我们开始啊。这个大家还记得吗？上次我们讲的是什么呢？这个陋室铭是吧？那么这幅画画的是什么呢？这个是诸葛亮是吧？这是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三顾茅庐的故事对吧？三顾茅庐的故事。所以说这个上次我们是这个讲了这个。陋室铭，因为其中提到了诸葛亮所住的这个地方，是吧？南阳诸葛庐，西蜀子雍亭啊。孔子云：“何陋之有？”对，诸葛亮在这儿啊，躲在这儿是吧？你看，刘备、关羽、张飞是吧？这个张飞黑脸是吧？这个所以说这三顾茅庐就是请他出山的啊。当时这个诸葛亮啊住在这个这么一个非常简陋的地方。但是呢，他非常的有才华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我们上次讲的就是《陋室铭》，对吧？我们今天开始讲另外，李白的一首啊诗啊。那么我先给大家复习一下《陋室铭》，是吧？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苔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。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可以调素琴，阅金经。无丝竹之乱耳，无案牍之劳形。所以说讲的是谁呢？诸葛亮什么？南阳诸葛庐，西蜀子雍亭。孔子云：“何陋之有？”啊，所以说呢，虽然他住的地方这个住南阳诸葛庐，讲的就是啊这个诸葛亮，这个住个小草房是吧？但是呢，他人非常的有才华，这个。没有什么简陋的，为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开始呢，这个来学习，《将进酒》。《将进酒》，我先来读一下，好吧？然后解释一下，然后大家再一起来读一下，啊，然后呢，我们两次课来学应该是可以了啊，应该两次课可以的，来。我先读一遍，解释一下啊，《将进酒》，唐·李白。啊，《将进酒》呢，就是说它是一个劝酒的一首诗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我们来喝酒吧，啊，我们来喝酒吧。因为这个李白呢，这个非常的喜欢喝酒啊。那么这天晚上呢，李白跟他两个朋友啊，就是后来会讲这件事儿，岑夫子、丹丘生啊，这个任丹丘和这个岑啊，这两个人啊。一个是丹丘，一个是这个岑夫子，两个人一起喝酒，然后呢，他就写了这么一首诗啊，这个当天就写出这么一首诗来啊。这个李白，唐朝对吧？我们读过他很多的诗啊，这个唐朝最伟大的诗人，最有名的诗人。所以呢，这是当天晚上呢，他跟这个两个人一起喝酒，然后呢就写了这么一首诗。将进酒啊，就请大家喝酒吧啊！这个唐李白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啊！就说你看啊，这个黄河的水啊，这个流下来之后呢，从西往东流，对吧？黄河，我们的黄河啊，但是呢，你有看到它回去吗？回不去是吧？到了海就不回来了，是吧？从西往东流，那么流到海里呢，就不会再回来了啊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你看呢，人呢也会变老，是吧？那么水呢，从西往东流，不会再回来，对吧？那么人也是一样啊。你看，想想啊，你们的爸爸妈妈是不是有白头发了呀？有没有白头发啊？有白头发了，是吧？原来呢，很年轻的时候啊，全部都是一头黑发，是吧？朝如青丝。那么年轻的时候呢，啊，一头黑发暮成雪。那么年纪大了呢，就变成白头发了，是吧？你看呢，这个啊，父母啊，照着镜子呢，看到白头发，心里有点悲伤，觉得年纪大了，老了，是吧？因为什么呢？年轻的时候呢，一头满头的青丝啊，黑头发，然后呢，年纪大了啊，变成白色了，暮成雪。啊，因为雪是白色的，是吧？所以说，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所以呢，他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哎呀，今天这么好的时间，是吧？我们既然在一起的话呢，啊，就一起应该高高兴兴的喝杯酒啊。
就是人生得意须尽欢啊，那么这个时刻非常的高兴啊，我们应该呢享受这个当下的这个时刻啊，莫使金樽空对月啊，不要让这个酒杯啊空着啊，这个浪费现在这么好的一个时刻啊，尊金樽啊，这个樽是我们喝酒的一个酒器啊，就是金樽呢，就是不要让你的金樽呢。啊，这个空着啊，然后呢，他是非常乐观的一个人。这个李白啊，他说：“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”啊，就他的意思是呢，哎呀，这个既然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呢，啊，一定有我的用处，是吧？而且啊，这个哎，这个钱呀，花完了一定会回来的，千金散尽啊，即使呢把这个1000两黄金都花完了，也会再回来的。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喝酒吃饭啊，不用省钱啊，大概这意思啊。这个李白，当然李白他的情况不一样啊，所以说呢，烹羊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300杯，这就夸张了啊，哪能喝300杯啊？300杯就喝不了的是吧？虽然说古代的时候那个酒的度数比较低一点，但是呢，喝300杯应该还是比较困难的啊，还是比较困难的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这个。”你看吃的好不错呀，有羊是吧？有要吃羊肉，烹羊啊，煮羊肉吃，宰牛啊，杀牛吃啊，好吧，啊，有羊有牛啊，高高兴兴且为乐啊，一起来欢乐吧啊，我们呢，今天晚上喝多少酒呢？300杯，夸张啊，300杯喝不了啊，喝300杯的话，肚子也盛不下来是吧？所以这一段啊，这个就是说呢，意思说呢。这个你看呐，这个像黄河的水一样，时间过去就回不来了，是吧？这个黄河的水呀，从西往东流，进了海不会回去了，是吧？那么人呢，都会变老，是吧？你像你看看啊，想想自己的父母，是吧？那么原来的时候头发黑黑的，现在就开始变白了啊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所以说呢，我们有这么欢乐的时刻呀，要这个珍惜现在啊。珍惜现在的这个时间，高高兴兴啊！这个既然大家在一起呢，哎，我们就一起喝点酒吧啊！这个我们呢，既然来到这个世上呢，一定有它的道理，是吧？啊，这个有这样的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哎，不要省钱啊！我们这个千金散尽还复来啊，花了还会带有的，钱花了还有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杀羊吧，啊，杀牛吧，啊，吃肉吧，喝酒吧，大概这意思啊。意思就是说呢，哎，这个这么美好的时刻呢，我们一起吃肉喝酒，大概这个意思。简单的讲就是吃肉喝酒啊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就是吃个火锅啊，涮个羊肉，涮个牛肉，一起喝点啤酒。好，这就是他两个朋友。因为今天晚上呢，他是3个人喝酒的啊，是陈啊。一个姓陈的，还有一个叫丹丘的啊，这个袁丹丘，姓袁的叫袁丹丘，所以他就说了，陈夫子丹丘生啊，说哥们儿啊，这个陈老陈啊，丹丘啊，我们来喝酒哦，不要停哦，将进酒，杯莫停，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啊，我来这个唱首歌啊，你们听听啊，所以说呢，吃了肉是吧？有这个牛羊，喝了酒，还要唱个歌啊，有点像现在的，哎，吃完饭之后，来个卡拉 OK 一样，是吧？你可以这样想象了啊，古代和现在没什么太大的区别，就是吃肉啊，这几个人跑一块之后呢，吃肉是吧？啊，然后呢喝酒，然后呢还唱歌呢啊，然后钟鼓馔玉金贵，但愿长醉不复醒。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啊，就说呢，哎呀，这个，钟鼓都是乐器啊，馔玉就是说非常好的食物，就说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这些有什么值得这个珍惜的啊？啊，这个，这些都没什么啊，就是我们有好吃的，有好玩的啊，这些都没什么了不起的啊。我只是想呢，这个，哎，喝的，微醺醺的啊。不再醒过来了，但愿长醉不复醒，好吧？那有点复杂啊，有点危险一点。然后他说呢，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就说呢，
这些所谓的圣贤呀、这些有德行的人呐、所谓的圣人、贤人呐都很寂寞，为什么呢？他们不会喝酒啊，所以只有这个会喝酒的人能留下名字。陈王昔时宴平乐，斗酒十千恣欢谑。陈王是曹植啊，平乐是个地方。你想想当年呀，这个曹植呢，在平乐这儿请客吃饭呢，大家喝很多酒，斗酒十千呢，这个喝得很高兴啊。然后呢，主人何为言少钱，径须沽取对金镯啊？说你，哎呀，你怎么说没钱呢？啊，这个，哎，直接买酒去，没关系，没什么了不起的啊。这个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共销万物愁。没钱怎么办呀？你看咱们家的马，咱们家的这个貂是吧？千金裘就皮衣啊，这个带毛的，这个可以卖了啊，把它卖了换酒啊，大家一起高高兴的喝酒啊，这个。这样子啊，与尔共销万古愁。所以说这个，将进酒啊，我们先这个一起来，我再读一遍，然后呢，大家一起来，齐诵一下啊。我先读一遍，好吧？《将进酒》，唐·李白。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，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烹羊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300杯。岑夫子，丹丘生，将进酒，杯莫停。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。哎，钟鼓馔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复醒。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陈王昔时宴平乐，斗酒十千恣欢谑。主人何为言少钱，径须沽取对君酌。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共销万古愁。我再读一遍之后呢，我们就一起来这个诵一下啊，好吧？这个让我开它一下，这个小屏啊。好，这个啊，一个找到一个小位置。好，《将进酒》，唐·李白。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，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烹羊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300杯。岑夫子，丹丘生，将进酒，杯莫停。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。钟鼓馔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复醒。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陈王昔时宴平乐，斗酒十千恣欢谑。主人何为言少钱，径须沽取对君酌。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共销万古愁。好，这个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啊，好，来，close the caption 没关系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，好吧？大家一起读一下啊！我读一句，大家读一句，好吧？
将进酒，唐·李白。有没有不懂的呀？有没有需要解释的呀？都明白了是吧？明白意思啊？对，大家一起读一下啊。我看看啊。没办法。对，我们一起读一下啊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无复回。君不见黄河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奔流流到到海海不不回。对，魏明也要读一下啊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悲白发，发，朝朝如如青青丝丝暮暮成成雪。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人生生得得意意须须尽尽欢，莫使使金金樽樽空对空月。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天生我我材材必必有有用，用，千千金散尽还复来。烹羊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三百杯。烹羊宰牛且为且乐，为乐。会须一饮三百酒，三百杯。哦，三百杯，你们这段就都明白是吧？有没有不明白意思的？都明白是吧？还有问题吗？这段有没有问题啊？你看那黄河的水有没有？我们的黄河的水流进海就不会再回去了是吧？然后呢，人变老了也不会再年轻了对吧？所以说呢，要高高兴兴的啊，高高兴兴的啊。这个钱不是大事儿啊？这个书记说，哎，钱花了还会再有的，放心吧。所以呢，我们呢。哎呀，来吃羊肉啊，吃牛肉啊，这个痛快的喝一场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大概这意思啊。啊，有没有这个青丝啊，青丝暮成雪啊，这个是名句啊。前面的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，高堂没明有镜演出。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啊。好，下一段啊，来，岑夫子，丹丘生，将进酒，杯莫停。岑夫子，丹丘生，将将进酒，进酒，杯我莫停。对这个它是多音的，在这里读枪啊，但一般它是读将，大将是吧？将来好多音的，将来是吧？大将啊，将军，但这里读枪啊，就请你喝酒的意思啊。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。与君歌一一曲，曲，君请。为我倾尊耳为听。我倾耳听。钟鼓馔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复醒。钟钟鼓鼓馔馔玉玉不不足足而贵，贵，但愿但愿长长醉醉不不复复醒。醒。不复醒。不复醒啊！古来圣贤皆寂寞，闻者留其名。古来古圣来圣贤皆寂贤寞，寂寞。唯唯有有饮饮者者留留其其名。名。陈王昔时宴平乐，成斗王酒十昔千字时欢谑。宴平乐，斗酒酒十十千千字欢字谑。欢谑。主人何为年少钱？径须沽取对君酌。主人何人何为言少少谑？钱？径径须须沽取对君君酌。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共消万古愁。无花马，千花金裘，呼儿将将出出换换美美酒，酒，与与尔尔同同销销万万古古愁。愁。所以这段都明白吗？大概明白了是吧？我再解释一下，就说他跟两个人喝酒，对吧？一个叫袁丹丘，一个叫岑什么忘了，姓岑的，他叫他岑夫子。丹丘说：“哎呀，老岑啊，哎呀，丹丘啊，
啊，我们喝酒啊，一起喝酒啊，别停啊，啊，继续喝。然后我给你唱首歌吧。打他可怜。啊，他说《女兵歌一曲》，我给你唱首歌吧。啊啊，你们听听这个唱歌怎么样呢？然后后边就唱这些歌了啊，唱一首小歌啊，说这个，哎呀，不用去这个珍惜这些啊、美酒啊啊这些非常贵重的这些乐器啊啊，我们只想啊喝的微醺啊，只是想喝醉，然后不醒了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圣贤有什么意思呀、啊？都很寂寞的啊，只有会喝酒的人才能理想王子啊。当然这是这是他写的啦啊，这个不见得是这样是吧啊？他也说呢，当年你看呢，曹植是吧？还记得曹植吗？三步诗是吧？七步诗，竹豆燃烧，正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，还记得吗？七步诗。记得。啊，对了，那个是他哥哥要杀他是吧？然后逼他说，你七步之内要写一首诗是吧？他就写出来了。啊，逼的。这是曹植啊。但曹植呢，他这是讲的不是他被逼的作诗啊。当时呢，这个曹植啊啊，在这个平乐观这儿请客啊，大家喝酒喝得很高兴啊。这个是花别人的钱，不心疼啊？你看啊，这李白挺有意思的啊。真的。他不出钱啊，他说主人呢、啊，你怎么说没钱呢？啊，哎呀，哎，去买酒去，还给人家出主意了。你们家不是有马吗？还有那个貂是吧，那个毛千金裘，这五花马，有马呀，有这个很贵重的那个毛的那种大衣是吧。哎，叫你儿子拿出去换了酒，妈妈咱们一起来这个这姐妹儿啊，这个共销万古愁啊，有什么不干脆三杯酒啊。所以说这个李白挺坏的是吧，李白这个这个替人家主人这个做主了啊，这个有什么、啊、没有钱的啊，你们家的东西可以卖了，卖了还钱换酒喝是吧。好，这个不过这个是他当天晚上他们三个人喝酒，他当天晚上就做了这么一首诗，所以说呢就他的才华是很厉害的是吧。啊，这个我们这个一个一个的啊，还是一样一个一个来读一下啊。这个海洋还是从你开始来读下试试，将进酒来啊，看看有能全部读对啊，慢慢来，不要着急啊，慢慢。将进酒，唐·李白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，人生得意须尽欢。莫使金樽空对月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千金散尽还复来，烹羊宰牛且为乐。会须一饮三百杯。岑夫子继续啊。岑夫子，丹丘生。将进酒，杯莫停。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。钟鼓馔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复醒。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重玩昔时宴平乐，宴平乐，宴平乐，斗酒十千恣欢谑。主人何为言少钱，尽须沽取对君酌。五花马，千金裘。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嗯，好，很好啊，就一个词读错了啊，这个发音宴平乐，宴请的宴是吧？
喜宴，宴宴就是宴请陈王西施宴平乐，就是陈王就是曹植啊，就当年呢在平乐这个地方啊宴请大家，不是宴宴宴啊宴，然后那个我要读一下啊，来，我要读一下《将进酒》，好吧，来，《将进酒》，唐·李白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烹羊宰牛且为乐，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，饮三百杯。岑夫子继续。岑夫子，丹丘生，将进酒。将进酒，这里读将啊，将，这里读将。将进酒，杯莫停。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。钟鼓馔玉鼓阻。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复醒。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陈王昔时宴平乐，斗酒十千。斗是一个斗酒，斗酒十千恣欢谑。主人为何为言少钱？尽失古曲对君酌。五花马，千金裘。裘。裘、啊、那种这个貂啊，是东北人讲貂是吧，那种那种这个毛的啊，就比如说貂大衣啊什么的这种啊，裘啊，你看上面写的下面是衣，上面这个裘是吧，这个是这个是发的是上面的那个音啊。好，继续啊。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。与尔同销万古愁啊，所以斗酒啊，将进酒，然后宰牛啊，这几个、啊、来，魏明，轮到你了，魏明 ，OK， 啊，来读一下啊，冯大勇一会儿过来读了啊。将进酒，唐李白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，君不见。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烹羊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三百杯。岑夫子，丹丘生，将进酒，杯莫停。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。倾耳听。钟鼓馔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复醒。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陈王昔时宴平乐，
斗牛十千至黄雀。斗九十千啊，斗牛十千。斗九，这是牛的。哦，斗九，斗九十千至黄雀。主人何为言少钱？尽失孤独，孤取对君酌。五花马，千金裘。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儿同销万古愁。好，哎，他说他为什么住了个羌厨呢？为之都羌厨啊，没关系啊，为之都呼儿将出换美酒。哦，好吧，没关系。嗯，我通常是读将的。这个斗酒啊，因为你看这个酒这个字，你应该会写酒是吧？你看三点水是吧？代表它是液体是吧？后边哎呀，可是我背的时候我不小心背成那个牛了啊。对，就你要看字，不光看那个拼音，也要看字啊。这个冯大友来读一下。我在睡觉啊。冯大友不要读了啊，冯大友不要读了。所以这一段我们基本都能读了是吧？我们在一起读一遍，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。然后呢，任务就是我们需要把它给读熟，然后我们争取能背过。来，我们一起读一下啊，好吧？一起读一下之后呢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。这个大概的意思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有没有问题呢？都明白什么意思是吧？都明白什么意思对吧？啊，刚才有读错的啊，这个比如说这个烹羊宰牛，宰牛宰牛啊，然后将进酒，然后这个还有读错哪个字来着？啊，宴平乐，宴请的宴，宴斗酒啊，那么斗是一个计量单位，斗酒十千，就是说十千斗酒啊，啊，这个应该我们就是千金裘，裘，你看这个裘这个字也是一样，什么下边是衣，上边是裘是吧？就跟酒类似啊，就代表它是一种衣服是吧？然后呢，是啊那些动物的毛皮做的啊，这个叫什么字？行生字啊，叫行生字啊，那个风师母说是行生字啊，李老师说是行生字，我忘了啊。这个酒也是，左边是水，右边是球是吧？啊，所以这个中文之美啊，所以你看你就是不知道它是啥玩意儿的话，看一看就大概猜出来了是吧？它应该是一个衣服是吧？但是如果你是英文的话，你就猜不出来啊。这个我们一起读一下啊，今天的课就到这儿，然后呢大家负责把它全部读熟啊，我们能背过最好，下次我再讲一遍，讲讲李白这个人啊。这个李白应该大家都知道是吧？下次就讲李白，既然讲了《将进酒》啊，来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吧。这个来，《将进酒》唐李白。将进酒唐李白。唐李白。对，我们声音我们可以慢点啊，有点感情的啊，讲啊，就是我们吟诗呢是不像是背那个什么3.14159是吧？啊，背那种东西的时候就很枯燥是吧？圆周率3.14159啊，2.26985 是吧？啊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是吧，我们人都不变老是吧？不然你看妈妈是不是变老了、啊、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对，尊、尊。你看这个尊呀，你就能猜出来是吧？它右边是个尊敬的尊字是吧？左边是个木，所以它发尊。你一看这个尊呢，就估计最早的时候呢，它是木头做的这个酒器是吧？啊，后来可能就可以有金尊了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
对，你看这个才字也是一样，是吧？主要是木，一边是才，是吧？即使你不认识这个字，你也知道，哎，大概跟木头有关，是吧？所以木材，木材，一边是木，一边是材，对吧？然后烹羊宰牛，且为乐，未须一饮三百杯。不是那个是指哪个意思？来，烹羊宰牛，且为乐，未须一饮三百杯。不是指哪个？你说的，他也有，他也有一个。啊，你们都不读了吗？在干什么呢？那这个烹字是吧？羊是吧？宰牛。宰牛。嗯，出息。烹羊宰牛，且为乐，会须一饮三百杯。烹羊宰牛，且为乐，会须一饮三百杯。你看这个汉字是吧，都有意思。这个烹字下面是水是吧，你看到就想起来就是把水给烧开了是吧，像涮火锅一样是吧。岑夫子，丹丘生，将进酒，杯莫停。岑夫子，丹丘生，将进酒，杯莫停。将进酒啊，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。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。啊，倾耳听啊！钟鼓馔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复醒。钟鼓馔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复醒。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隐者留其名。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隐者留其名。陈王昔时宴平乐，斗酒十千恣欢谑。成王昔时宴平乐，斗酒十千恣欢谑。主人何为言少钱，径须主人何为言少钱，主人何为言少钱，对径须沽沽取对君酌。对，你看这个酌这个字也是一样是吧，一边是个勺是吧，左边是取的这部分是吧，你看就是说拿这个勺取酒是吧，拿勺取酒。所以沽也是一样，你看左边是一个喝点水，一边是沽是吧，沽沽啊。所以说这个汉字啊，啊有时候能猜出来。沽啊，沽取就是买酒啊，去买酒啊，说这个，然后呢买了酒啊，我们一起来喝。酌，五花马，天津球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共销万古愁。啊，读完这一句我们就下课啊。五花马，五花马，千金裘，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你看这个就像这个花一样是吧，你看花上面是草字头是吧，上面是植物，下面是画是吧，那么球上边是球，下边是一啊，所以说这汉字啊我们能猜出来对吧。然后这个酒又是左边是水是吧，液体。然后头啊，就是这个头下面是心，上面是秋啊，啊这个字是吧，秋下面是心啊，这种像秋天一样的这种心就是愁对吧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啊。今天我看看这是谁进来，刚才阿泰的是谁啊，啊没关系啊，下次啊，下次我们每周都是十点开始啊，十点先多点开始。好了，我们这次课到这儿了，作业啊，作业把它读熟好吧，读熟啊，下次我检查，下次上课的时候要检查啊，读熟读熟啊，这个也行。然后呢这个读熟之后呢，下次我讲讲李白这个人，把子戳了、啊、然后呢再下次呢就要把它背过了。然后呢我们需要这个抄一段啊，我们不用太多啊。读熟不是背过，背过是你读熟是你能读啊。
然后这个我觉得我们把前边这四句给抄了好吧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你旷课喷流到海不复回，欲知道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啊，这四句读一遍啊，待会我发在群里啊，这个好，好，拜拜，下课啊，好，下课了，拜拜，拜啊，就是前面四句读一遍啊，好吧，啊，抄一遍啊，前面四句抄一遍。我知道，我不想读。好了，我们下课了，我们下课了啊。晚安啊。好，拜拜。下周见啊。今天是初一吗？到时候再说。如果是过年，我们就停一次课啊。